各位观众，这个星期五六日记得来热血时报的网上年宵，有陆友业洗头水。陆友业洗头水是民间的智慧，因为陆友业是可以去煤气，令人精神爽利，迎春接福。咁陆友业洗头水呢，喺今次嘅出品就犀利啦，因为佢上面暗藏一个我哋今年社运嘅密码。呢、这个密码就咩呢？就系洗头艇啊！咁上面咧就有西施泛海图啊，即系话咧佢帮咗越国复兴之后咧，就同埋范蠡一齐系游山玩水啊，就四围去啦。咁所以呢个陆友业洗头水咧，呢幅洗头艇图啊，系寓意我哋咧系脱离中共啊，逍遥自在。咁呢个陆友业洗头水系特别有功效嘅。咁咧就详细嘅嘢喺入边有写噶啦。咁此外仲有一个特别嘅印啊，呢个印咧你买咗你就会知系咩嚟嘅。呢个系城邦皇室嘅印啊。诚意推介陆友业洗头水。